进去弄的了。我还不记得了。是出来了，这不出来往一天的时候。那那鸟要在落尾哟。你们那儿没说搁出来吧？那鸟。哎，我知道了，我爹。来来来，越走不着了。哎呦喂，出大的了，又大的。妈呀，怎么说了又大的？全穿的大脸板。你出来还叫我想玩呢。我这等他这个周期还穿的很大，拿出来还是萝卜的。够了吧，萝卜？够了，我现在吃不了。我现在不是要插腿吃吗？一个就不少哈，一个还上多。哎呀，它都发芽了。妈呀，小萝卜，我就尝的。那三四个一个。还得挖，你这房门不是？那是个什么拿着啊？那人有塑料纸是搞啥？那你那手上塑料纸是装的，装地里边。啊。啊。买哈。那妈的，这买好费劲嘛。有灰色土，地上没地上的。我忘了，过了，别忘了。他口还长点。你都挖着它了，我今天往外铲，不弄了薄一点不就行了吗？你还弄浅点干什么了？我就挖在这边。有啥用？没有，就我都铲破它了，你还挖什么了？我这是脸还有。走，咱俩拆进去这块了。没有了。啊，拆还有，你都挖出来。都挖出来。你挖出来干什么？脚里浅点。脚已经挖出来了，那怎么绕腰子去了？你叫我先吧，叫我先，你走吧，这。还不管了，还不管了。哪里是我没脚了，现在给你。你这不是在脚里吧？这谁脚上？我脚上。我脚吧。你干什么？你拿走，我。穿个车，你怎么不腿就不行啊？腿短咱不来了。那不管了，俺不管了。俺一路都先走着走。俺就拿回去了。啊对。